车门难、停车难的问题困扰着很多车主，有时想找个车位比中彩票还难，停在路边怕被交警贴罚单，停在停车场有时会被收高昂的停车费，不少车主就钻进小街巷停车，但又担心车挡到别人，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，于是许多车主就喜欢在车窗内放挪车电话，方便别人通知挪车。虽然这种行为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些便利，但大家有没有想到，也正是因为这个挪车电话，间接的泄露了车主的个人信息。在社会上有这样一种职业，专门抄车牌电话，抄录下来后卖给各种推销员，而推销员根据车子类别把车主进行信息等级划分，把这种分类好的资源卖给需要拥有相当大市场的推销公司。有许多车主反映，自从在车窗内放了挪车电话，每天都会有许多骚扰推销电话，给工作、生活、学习等带来了很大不便。更有甚者，有的骗子会利用这个挪车电话骗车主挪车，把车主骗出来后对车主家里进行盗窃，后果可想而知。一个简单的挪车电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别人和自己，但是它带来的弊端是不容忽视的。小编再次提醒广大车主，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安全，千万要谨慎放置这种挪车电话，以防个人信息的泄露带来不必要的麻烦。